沈大人，是我无能。眼下一进全力，我岂不知？要在醉商跟誉王拼私库，您哪儿拼得过呀？只是看来这次，又是一个惨局。沈大人先别着急，从安排全盘到再银出库尚有几日，你我再想想办法，也许还有转机。 就疾又复发了，不碍事的。天气凉了，喉咙有点痒。既然先生抱病在身，那今日不碍事，真的不碍事。喉咙痒不算病。我知道殿下今日的来意。早朝之后，武英殿的事都传开了，蒙大统领来告诉我了。 大统领来过，啊，听说我病了，哦不，他听说我喉咙痒，顺道过来看看我。连大统领都知道，而我却……哎，殿下最近这么忙，就不要为这些小事分心了。说什么？真的要我出力的时候，我却无能为力。 朕在一事已成定局，先生又有病在身，就不要多想了。也未必是定局。父皇已经明确指派了誉王，如何不定？沈追情急之下还说，期盼天上能打个雷下来，正好砸在誉王头上。他这句话说的倒不错。若是殿下信我，就安心再等两日，有一个雷正在路上。 马上就要砸下来，绝对砸在誉王的头顶。有个雷正在路上。先生莫不是又做了什么未卜先知的事吧？这次受灾的五个州府都不在江左的范围，我得到消息并不比户部快，所以这一次未能事先为殿下筹谋，这是我的疏漏。哎，先生这样说倒让我惭愧。 都怪我，未能在父皇面前抗衡住誉王，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。殿下行事方正，但不会趋于顺承，所以皇上觉得殿下没有誉王贴心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确实无可奈何啊，誉王那一套，我学不来，也不想学，只好辛苦先生。皇上对誉王的宠爱由来已久。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，还望殿下再多些耐心才是。并非我没有耐心，只是眼前这件事情实在是迫在眉睫。是我急躁了，是我又痒了。殿下稍安勿躁，这件事情，我们虽然丢了先机。 但是运气还算不错。前几日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扭转局面。这就是先生说的那个雷。5日前，有一支给誉王送礼的镖队经过抚州，被江左盟给劫了。只是劫了给誉王送礼的一支镖队，怕是伤不到他什么筋骨吧？如果殿下知道这个送礼的人是谁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谁？ 越州知府。越州灾情最是严重，据传都已经有人饿死。越州知府居然还能搜刮到财物给誉王送礼。如今太子示弱，誉王派系的地方官员
都紧抱着这个主子不放。这次送的礼还不轻，总共有5000两银子。赈灾一事，确实不能由誉王处理。既然我们有证据在手，先生想怎么做？可要我拟折奏禀父皇。先生又痒了？这次不是痒。看来这是下策。太子和誉王贪了这么多年，皇上未必不知道，他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就算殿下把越州知府的事禀报到皇上面前，他最多也就呵斥一顿，根本改变不了什么。可是现在除了陛下，还有谁能约制誉王？除了皇权，还有民心，还有民意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不出2日，这桩丑事就会传遍越州城的大街小巷。5000两银子对于高居云端的皇上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食不果腹的饥民，就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了。没错，民情民怨一旦成鼎沸之势，必定会触碰到陛下最看重的朝廷脸面。到时候，就算他再偏宠誉王，也不会眼看着他妨碍整个大局的安稳。以往太子和誉王处理赈灾之后的暴乱，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先全力镇压，然后再扣一个刁民太贪、辜负朝廷圣恩的帽子。可是这一次，赈灾的银两都还没有出库呢，我倒想看看这个誉王还能找出什么新的借口。居然抢到朝廷前头，到越州去散银赈灾，散的什么银子呢？居然是底下送给你的礼银。哼，州府下令围捕，连差役们都不愿意从命，百姓们更是齐聚府衙门前喊冤啊！万民书都递到了朕的案头上，到如今不仅是越州，还有周边的一大片，甚至连京城都闹得沸沸扬扬，所有矛头都指向你。你呀，真是给朕长脸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儿臣并不知道越州知府为什么要送礼给儿臣，他往年没有送过的。臣倒听不懂了。按照殿下的说法，以往丰年的时候，这位越州知府从没有往京城送过礼。今年乃大灾之年，整个越州几乎颗粒不收。怎么这位知府大人，倒想起做这种事了？若真是如此，他这个人脑子可糊涂得紧呐！倒不知他当时是怎么当上这个父母官的。往年你收受些利礼，只要不过分，朕也就不管了。可是今年是个什么光景，怎么就不知道收敛点？父皇，京城这么些个皇子，单凭这几个劫匪的说辞，怎么就硬扣下来说这礼银是送给儿臣的呢？儿臣实在是不服啊！回禀陛下，臣也怕外间传言有不实之处，委屈了殿下，所以与吏部合计，发出紧急底报，命河间巡抚立即赶往越州查证。这是返回的奏报，请陛下过目。这是越州知府留存的旧年礼单和请安书信，殿下，您要不要亲自鉴别一下真伪啊？父皇，行了，别再说了。朕也并没想怎么样你，陛下。这是出了这样的事，民情民意都难以挽回。再让你主理赈灾，已然不妥。这个差事，你就别管了。父皇，儿臣只是想……你还想怎样？这一整年都是乱糟糟的，这就没有清静过。再有2个多月，就是年底了，朕不想大动干戈。你
且给朕安静些时日，不要再干一些有损颜面的事。若是再这样，朕不会像今日这般这么宽容你。是，儿臣知道了。啊，找靖王进宫。是。靖王殿下，殿下。你来了，来得好，给本王斟酒。陛下让您安静些时日，您还真是安静，天天醉在自己的府里有什么用？靖王离京去赈灾也有大半个月了，外面传的全是赞颂之语，什么上马能战，下马能治，殿下您就真的能听得下去？听不下去又能如何？他跟那个沈追一天一个调整，全是赈灾的新花样。父皇纵容，满口都在夸他，下面那些东西自然要跟风，全围着靖王在拍马屁。我还就不信了，那么大一个肥差，萧景琰真能做到半点不沾？谁知情则无虞，就算他萧景琰假清高，还能把所有人的财路都挡了不成？到时候他杀几个人，再撤几个人，最多管得了一时，他能管得长久吗？不管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也不管他是否能得长久，但目前他已经控制住了局面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难道殿下还不赶紧想个法子反击吗？怎么反击？你教教我，怎么反击？被关在府里这几天，我好好盘算了一遍手上能用的人，突然发现朝廷六部之中竟然已经没有人肯听命于我。沈追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刑部的蔡权更是当面跟我作对，中书令柳成那就是个和稀泥的老狐狸。御史台看着风向，现在什么也不说了，剩下个大理寺能顶什么用？这样的情势之下，我谈何反击啊？得麒麟才子者，可得天下。琅琊阁还真是所言不虚。去年秋天，江左梅郎刚刚入京时，殿下您是什么情形？靖王是什么情形？现在一年多过去了，到底是谁得了麒麟才子？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殿下，难道您从来就没有起过疑心吗？景琰封亲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，但是毕竟梅长苏立了不少功劳，
曾经替我铲除了谢玉这个一品君侯，拔掉了我眼中之刺。梅长苏铲除了谢玉，真的是为了殿下您吗？那最后巡防应落在了谁的手里？殿下，您不要再心存幻想了。我可以确认的是，靖王已经得到了梅长苏。事到如今，殿下还需要我拿出证据来吗？说起来，这位梅宗主还真是了不得，有决断，敢选人，也会调教。当时，殿下和太子皆是如日中天，可他偏偏就敢选中了被放逐多年的靖王。若无他的框住，萧景琰几时才能挣到如今的地位？现在宫中的局势也变了，岳贵妃失势，静妃上位，她闷声不响的这些年，皇后娘娘何尝把她放在眼里？不料想一朝得势，竟是这般的难对付。是啊，这个静妃，以前还真是小瞧了她。皇后娘娘软的硬的都使了，可他就像一团棉花一样，压不扁，揉不烂，根本无从施力。是我小瞧了这对母子，原来以为只是羊，结果却是两只狼。那既然知道是狼，殿下打算如何应对？难道就这么认输吗？当然不会。萧景琰一朝得势，能有什么根基？本王连太子都能扳得倒，何愁撕不碎他一个五株亲王？等这趟赈灾的大差事办完，靖王又有了新宫，只怕陛下又会加封，到时再添两颗珠子，靖王可就跟殿下您一模一样，完全比肩了。殿下有撕碎靖王的雄心，般若十分佩服。只是梅长苏此人实在过于阴险，如果不先收拾了他和他的江左盟，只怕殿下您是很难撕碎靖王的。对付梅长苏和他的江左盟，谈何容易？你的洪秀昭不也是被他们重创了吗？我的洪秀昭却已零落，这一局算是我输了。但是我输了不重要，殿下您的大业可万万不能毁在这位麒麟才子的手上。想想这么长时间的欺瞒与利用，殿下难道忍得下这口恶气吗？看来你是来行激将之法的。也罢，您想要本王集中精力对付梅长苏，以报他毁你洪秀昭之仇，这个我明白。若论愤恨，难道我不比你更恨他吗？但是朝中局势早已大变，现在不只是对付梅长苏那么简单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若是在一年多前，只要折了这位麒麟才子，靖王便再无出头之路。只是如今我这个七弟已非池中之物，看似没有结党，其实朝中的支持却异常稳固，并非单单只靠一个梅长苏。殿下这么说，是要放任梅长苏不管吗？当然不会。可他梅长苏再怎么厉害，终究只是一个谋士。与其先对付梅长苏，不如釜底抽薪对付靖王。没了主君，任他什么麒麟才子，
不都是一条跟没人收养的野狗一样？那殿下打算从何处下手？何处？梅长苏的弱点我不知道，但是萧景琰的痛处却是明明白白的。这十多年来，他被父皇厌弃，根源何在？是他笨吗？不会办差吗？还是他犯了什么错？都不是。相反的，他是屡立战功，辛劳不断，但父皇就是不赏。而这不赏的原因，还不是那桩梗在父子们心头谁也不愿意退让的旧案吗？没错，晋王的痛处的确就是当年齐王和赤眼军的那桩逆案。而且我越来越有一种预感，梅长苏似乎跟齐王旧案也有关联。何以见得？我现在还只是一种感觉，但越是对手越能心意相通。我相信梅长苏种种奇怪的行为不会无缘无故。如今萧景琰不在京中，倒可以让我好好筹谋。就让他先去捞一点辛苦钱吧，等他回来便会知道我的厉害。殿下想要重新揭开旧疤，的确是个很好的切入点，只是不能随意，不能让晋王有所察觉，要一下子全部撕开，越是血淋淋越好。说起来容易，但真要执行起来却还得好好细想。这桩旧案不仅是晋王的痛处，也是父皇的忌讳，只怕不能轻易的无端提起。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个什么契机就好了。契机吗？般若眼光短浅，暂未看到，只怕不能为殿下解忧了。不过我倒是为殿下想到了一位绝佳的好帮手。谁？玄镜司本代首尊夏江。虽然事件暂时平息，但只要谢玉的这封手书还在溧阳长公主手里，我就难免有所顾忌。长公主毕竟是长公主，你行事仍需小心。是。恐怕不行吧？为何不行？
玄镜司设立之初便有传世铁则，绝不涉入党争。多年来从未听说有过例外。就算当年我与太子斗得那般如火如荼，下江也没有。玄镜司位于庙堂之上，君王之侧，明明是在政局之中，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？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玄镜司上百年来恩宠不衰，权威不倒，只怕不是一句不涉党争能够做到的。但是以前确实……以前是以前，以前您和太子之争他不插手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您的对手是靖王。殿下应该不会忘记，当年那桩赤焰逆案是由何人主查？虽然是奉了圣命，但夏江在这桩旧案中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举足轻重，只怕靖王不会轻易放过他的。夏江不是糊涂人，他很清楚靖王和赤焰救人的关系。那件事说轻了是心结，可往重了说，那就是仇怨。夏江可以视若无睹地看着任何人接近楚卫，但是绝对不能是靖王。他就算再重，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将来的下场吧。确实是如此。夏江容得下任何人，他也不在乎我和太子谁能登上皇位，但他绝对绝对容不下靖王。殿下，您想想玄镜司遍布各地的实力，再想一想陛下对夏江的信任，难道他不是一个对付靖王的绝妙帮手吗？话虽如此，可是就算夏江要对付靖王，他也未必一定会跟我联手。万一他只想两不相干呢？若是殿下想要试探夏江是否有联手之意，般若倒是可以效力。你？家师当年正是夏江的旧识。你不是华族后人吗？你的师父是？殿下可曾听说过玄机公主之名？你是当年华族掌政公主秦玄机的徒弟？娘娘，内廷司的黄主司请见。请他进来吧。是。黄主司请进吧。参见静妃娘娘。免礼。这大冷天的，黄主司怎么还亲自过来走动？有什么事情打发孩子们来办就是了。娘娘说的哪里话呀？娘娘宫里的事，孩子们怎么能办得了呢？都是皇主司调教出来的聪明孩子，哪个就办不得了？娘娘过奖了。娘娘，这做的又是什么新奇的点心啊？不过是刚刚摘下的茶花，做个太师饼罢了，算不上什么新奇。这新鲜才开的茶花要经过筛选，剥瓣取蕊，又费手工又费心思，这宫里啊，唯有娘娘才有这巧思和手艺呢。都是寻常点心，皇主司过奖了。快把给娘娘的东西呈上来，让娘娘过过目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南运的鲜果越发的少了，近几日恐怕要委屈娘娘了。这是才进的干货坚果，我想娘娘常做点心，时常会用得到，我就挑了些上品送过来，请娘娘过过目。上次您送过来的，我有好些还没有用完呢。我做点心不过是闲来打发时间，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呀？哎，这是内廷司照例应当供奉的，娘娘您就看上两眼，挑几样勉强能用的留下来吧。好，这个，
还有这个，其他的就算了吧。多谢皇主子好意。娘娘客气。小心带他们下去吧。是，娘娘。跟我来吧。娘娘，我年纪已经大了，孩子们又笨拙，以前眼错不见的，经常有伺候不周的地方。以后供奉上的事情，尽管派下人跟我说就是了。日后必定有麻烦皇主司的地方，在这儿先行谢过了。娘娘客气了，娘娘若没有别的吩咐，老奴就告退了。娘娘，这一向内廷寺送的榛子都不太好吗？怎么这么问？以前娘娘隔几日就要做一次榛子酥的，可最近几次内廷寺送来的干果中，您选的都是其他东西，所以我想，大概是这几次的榛子都不好吧。景年的口味变了，这一向我要做些别的给他吃。喝药吧。嗯，好。很苦的，那要不你帮苏哥哥喝？可以帮？可以啊。给我。别听他们瞎说，要得自己喝，那才管用。啊！骗人。哼！哎，药力起效还有一阵子，你先坐坐吧。待会儿就要好好睡了，不过不要坐太久啊。知道了。嗯，好。快吃完了。嗯，你可知道，在靖王殿下回来之前，你可都没有这个点心吃了。知道，你说过。靖王殿下临走之前特意送了两食盒过来，都是一些存放得住的点心和糖毡，结果还是不够咱们飞流吃的。宗主，这个食盒有什么不对吗？好像每次飞流拿过来，您总有些忧虑。小时候，静妃娘娘经常做点心给我吃，她做什么我就吃什么，样样都喜欢。但唯独有一样我是吃不了的，那就是榛子酥。哪怕只吃一点儿，我都会喘不过气来，浑身发红，非得灌下药，把它吐出来才会好。这个令少阁主特意嘱咐过。所以每次拿过来我都检查了，从来没放过榛子酥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会担忧。恐怕我的身份，静妃娘娘也有所察觉。可是，榛子也不是做点心常用的东西，静妃娘娘要是不放，应该也没什么奇怪的吧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榛子酥是靖王殿下最爱吃的点心，静妃娘娘几乎每次都会做。因为这件事，我还曾经找机会，刻意的套过靖王殿下的话。这份食盒里，居然精心挑选了这么多种点心。殿下不会是把静妃娘娘为您准备的食盒错拿给了我吧？两份都一模一样，有什么错拿不错拿的？两份都一样，那也就是说，
静妃娘娘是担心靖王殿下万一要是拿错了，所以干脆两份都做成一样的，都不放榛子了。静妃娘娘连宗主的面都没见过，她是怎么知道宗主您的真实身份的呢？她一定是在祥帝记那本书里找到了一些线索。可是靖王殿下最近也并无异常啊。所以现在看来，静妃娘娘知道应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天色如此阴沉，这雪却下不大。嘿，看来今年靖王府的梅花开得也不错啊。非留着随便到别人院子折花的毛病，也不知道是谁教的。还能有谁？这一年都没见蔺少阁主了，还真有点想他。当年只要他来郎中，盟里那个热闹。宗主，宗主。都备好了，都备好了。宗主，您身子不好，就让属下带您去吧。日后自然由你们多去走动，但这是第一次，怎么说也该我自己去。十三先生，宗主的意思是先将妙音房关闭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依礼制，国丧期间全国禁止宴乐，妙音房也不能开门迎客，所以啊，来往就不方便了。西市那边的乐器铺子开了已有半年，已经不再掩人耳目，以后有事去那儿比较方便。是，这儿没什么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属下告辞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先生，我新来的那位街坊叫俊娘的女子，身份核实了吗？哦，已经传书到显州核实过了，确实如她所说，新寡丧夫，族人不容。家乡闹灾，来到京城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就好。好什么？哦，我说不是什么可疑之人，那就好。虽无可疑，但也毕竟是生人，还是少跟他有什么瓜葛为好。是。去吧。哎，苏兄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玉姬，严侯也在府上吗？我有事找他商量。在的，里面请吧。苏兄，我怎么了？只是方才让我突然想起了和苏兄初次见面的时候。虽然只有一年，时间不长，世事已巨变，往事让人不堪回首。是啊，也不知道景睿在南楚过得好不好。他与我时常有书信来往，一切都好，请苏兄放心。苏兄，
不管你今日与家父商量何事，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，我想他都有他的道理。里面请。变幻风云几卷，乱世起青蓝，雪仍烟，何人心念烈火清平原。挥剑诀别红颜，不一绪却为豪气仍在冰心，石破长夜边，昔年主公闭山空悬，征途荒断江山如画，是我心眼。关山横槊，水可不填，碧血长枪。